刚下来黑天鹅宝宝呀。妹妹，这是什么？黑天鹅。黑天鹅宝宝，对不对？它有一天，它有一年冬天出生了，然后天气太冷，它冻死了，知不知道？等一下可以去找它妈妈，看它妈妈。小孩子呢？看看妈妈有没有变胖。应该就是父母，应该就是那两只吧。他们等到小孩长大，就会把小朋友赶走。老爸。小时候，你们长大，爸爸不会把你们赶走，知道？你们等一下嫁给爸爸，知道？可是我不养家。那我可以去，那我可以嫁给你们。不行。哦，好啊，爸爸。我们来外面走走。好恐怖。那你喝完了哈？对。那你负责录吧。好。它这绿色桶用成铁的，小欧解释一下。用成铁的防止猴子打开。哦，你知道啊？你之前讲过好几次。笨猴子，这有个笨猴子。对对对，怎么打开？逛逛逛逛好了。你爸爸那么小哎。你好，老鼠板。可是这样很可爱。然后给我看的时候，嗯，来，看小时候看。小时候不管怎么看都不会腻呢。来给观众看一下，来，妹妹背了。来，我看小时候看。小师傅变成名人啦、啊！哦，你这个人哈，可以把小孩子养成名人哦。来，这个位置是最好的，这个位置，懂不懂？待在这个距离，抓抓。那我们要去哪里？我要去之前不是有个枫叶的地方？那现在不好，没有枫叶，现在没枫叶啊。好漂亮。哭掉，哭掉了，哭掉了！哇，好漂亮、喔！我最喜欢那种红色，这个很漂亮。这红色好美，我这个红色也美。那个，那个。哇！哇！它是双，它是米奇老鼠吗？啊？什么的？米奇老鼠啊！米奇啊！头上有两颗那个。米奇啊！怎样？有人反对吗？没有人啊。可是我。哇，你看这个玫瑰花，你看，你看，它只要哪一只牙？有味道吗？我出来呀！我不出来，他只要跟我去。我不出来，一只牙。喂！No no no！ Yeah yea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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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舒服啊！因为有味道，有味道，这有味道，有味道。刚才有味道，玫瑰花很香。贝尔的红玫瑰。对，那到底要嫁给还是不嫁？嫁不出去还嫁得出去嘞？敬请期待。一定嫁得出去的、啊。其实我来这里想要收集一些有趣的东西。哎、啊，妈妈，我跟你进店了。跟你店到了，那个是双果，那个枫树的果子。妈妈，我跟你店到了。啊！哎呀呀！你自己是蝴蝶的，你要看蝴蝶。太大只了。
爸爸，你看我。卡通。嗯。大象。大阿翔，大阿翔，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？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。唱完了，谢谢大家。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。哇，这台是什么纸袋车？猎豹车。三二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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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二二二二二二二。这个是鼠尾草，老鼠的尾巴，它有味道吗？啊，好棒哦！料理的时候会，不错了。来，爸爸宣布一件事情哦，这是爸爸跟妈妈第21次来武林农场。下次再换地方，因为我们现在，我现在才6岁，武林富野呀，找一个好到达的地方，海洋公园啊，9月来去啊。我看什么地方好到达？你谁？不要回他，不要回他，不要回他，不要理他。这是海苔，这是海苔，不是空气，这是海苔。奥斯特，拍到了。这腰太硬了。噔噔噔噔。换妈妈，换妈妈 ，Go Go Go， 换妈妈。人家筋没有那么软啊。等待的人说时间像蜗牛，一步只走一小寸。好热，走。不是说那个是刚送包怕狗追，就去卖乌龟。
乌龟没人要，就去卖车票，车票卖不完，就去洗碗盘，碗盘会打破，乖乖回家写功课。四个人。李小宝做蛋糕，蛋糕不甜又不香，去学插秧，插秧怕弯腰，就去学吹箫，吹箫没人听，就去学当兵，当兵怕子弹，就去学挑担，挑担没力气，就去学演戏，演戏演不好，就去学赛跑，赛跑跑得慢，就去学做饭，做饭没人吃，就去学养鸡，养鸡养不肥，就去学捉贼，捉贼捉不到，就去学送报，送报怕狗追，就去卖乌龟，啊，乌龟没人要，就去卖车票，车票卖不完，就去洗碗盘，碗盘会打破，乖乖回家写功课。哎，掌声嘞！